佩宇早。雅慧早安。我等他前面排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再去前面。小春早。啊，你看人这边，拢在赶早班的啊。今天有十班吗？十班应该是最近应该都有啦，有啦哈。九班应该有吧哈？有，今天有十班，有看到箱子了。有九班，九波，拜拜。思慕鱼肚了。今天我们最近到上海鱼都，今天有，哎，今天有思慕鱼肚哦。今天有哦，有吃还无吃？有吃的呀。今天的思慕鱼肚有吃哦。鲑鱼尾，鲑鱼尾我就不知道了哦。哎，文勇，今天有大炒虾，你们看到？今天有吃的哦，今天没有不吃的。不吃的今天还没有。现在这个是大炒虾，火超黑。哦，是哦。今天龙王没有在东京，对，今天龙王没有在东京。今天阿松跟博南看场。今天阿松跟博南要升东京一哥跟二哥。啊，四只哦。对啊，有四只。先摆，你先摆，我紧。你们看哦，大草。大草虾、大闸蟹、石目鱼肚，你要冷，你要冷的哦。好，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香鱼没有了啦。香鱼还有吗？无骨，我这里没有。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啊，无骨，这边记得放上。无啊。你往这边，现在后边才拢在回收处理。WW 早，会员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哦，最近都不用加班了哈，哎。最近问了一下我货运行的朋友，外销单缩减七成，我压到了，我打开了，最近应该都不用加班了啦，我们朋友那边的外销，在做那个外销货运的。说最近货量少了七成。好，我来前面啊，前面。
天摆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今天，哎，今天有恰章，看到恰章了。好，进来了，好了，好。看到大恰章了。哎，那个，匾额制造者系而来啊！帮助了无数万千少妇跟少女的系而。慈母鱼肚，我是金马路九班黄鱼，还给不下，下章。下章老人条，好。下章大闸蟹啊，慈母鱼你要两包嘛，吼，好。阿松在台中，阿松在台中，虱目鱼肚，虱目鱼肚要等他了，不要，我都不知道价钱。会排一箱哦，我唔知有够一箱无呢？五啊大只两分，好。